基本上来讲，老会长，你的资料，
还可以，像你下来，平常现在他们说的，很多的学生都那么早，啊，没效，没啊，他说的是高分。U20男子军刀八强选手，北师大陈冠礼，圣约翰科技大学黄博森，桃园市陈光亮，高雄县会庄立卫，请至七场地进行比赛。裁判林君豪先生，请至第七场地。三重高中高伟伦、周周玉。永丰高中唐建秋，三重高中吴成学，请至第八场地进行比赛。裁判李继汉先生，请至第八场地。
U17女子队健行分组第二组的选手，请至第十场地进行比赛。裁判许科汉先生，请至第十场地。U17女子队健行分组第三组的选手，请至第十一场地进行比赛。裁判周学之先生，请至第十一场地。U17女子队健行分组第四组的选手，请至第十二场地进行比赛。裁判李冠佑先生，请至第十二场地。Thank you.